今天仓鼠的温度是大概十几度吧，我来测试一下穿这一套装备，就是这个防寒衣跟这件裤子，能不能耐得住我们未来在云南的温度？所以我决定去骑电瓶车，顺便送衣服去洗。两人坐小跑车，电动车哦。这辆电动车它的价格只要4500块吧。走。然后你看它这边有个二，这个二是第二档的意思。今天天气就很，空气也不好。换到三档，我会跑得更快一点。
这两件要送谁？卡有没有？卡好像没有了，但是应该有我电话有登记吧。没有卡的话，付现金是吧？啊，可以，微信可以吧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单子先打出来。的卡，电话查得到吗？我之前是有卡的，我忘记卡是没钱的还是没有带过来。手机号码186。我来看一下。好。幺八。都是毛啊！叫什么？你卡是在这放在这边的还是？应该是放在我不太清楚哎。你以前洗的时候是自己拿来拿去的，还是放一直放在这边的？你说卡片啊？对，应该是拿来拿去的。那肯定不在我们这边。所以卡里面还有钱是不是？卡里面有钱，这边看不到的呀。啊，没关系吧？那我还是付钱给你。我再回去找一下吧。你要如果说你找不到的话，可以下次过来补发是吧？补办啊，对。好。我们这边没有权限，老板不在。好。没有发。嗯？是我的车吗？90块钱。好，那我们扫这个。扫完我给我看一下。九十块钱，之前不要洗。稽查一下啊。那个留个号码。186。老站。186。一档，好。这个衣服的料子是不是很容易粘毛？我家里也有，也是这样子。昨天一个客户过来，也是三件衣服都是这个机刷纸的，卷了三，每一件衣服卷了三卷，啊，卷了一卷，那个捏毛的，这个我大概要到12月7、8号才会来拿。12月今天几号？可以，可以，好了，好，谢谢。接着去下一站拿快递。温度9.2。这边很多店都是要充卡的，像洗衣店这种店也是要充卡，
但是我的卡已经不知道被我扔哪去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OK， 下一站。这个就是云贵啦，
它有大大小小的，有大的有小的格子。头发好了，测试回来了，刚好又下了一点雨。我现在穿了一件 GoTex 的外套，然后再加一件帽 T， 再加一件没有刷毛。电瓶车上面有水嘛，然后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。所以，其实它湿了。所以这件裤子呢，水是透得进去的。但是像前面这边只是淋到雨，并没有被我坐下去的地方，水是没有进去的。然后温度嘛，以今天的温度来讲，完全不会冷，完全脚有点凉啦，但是那是因为我没有在走路嘛，只是在骑车。然后衣服的话呢，完全也不会冷，甚至我只要一坐下来，我得脱外套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气温在低个五度，如果在运动的话，其实一件外套加一件保暖衣，就是薄的保暖衣，再加一件长袖的应该卫衣就可以了。甚至在爬山的时候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所以应该帽子啦、围巾，帽子、围巾应该也是不用戴了。